巅峰成长，下部武王伐纣，带您重温殷商神话梦。全新速霸机零机组，惊艳亮相，小事为什么？道长，周武王黄维德高举义旗，带领800诸侯讨伐纣王吕良伟，拜祖相府李秀率意亲自伐纣，御驾亲征，一定是叛臣贼子。我激发今日号令天下，再天伐纣，兵发纣国。远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，人神共处的一段传奇神话，新封神榜魔幻登场。